炭，竹炭，嗯，就是南果，嗯，就是抹茶。哎、欸，这个可以直接叫它、啊、这个可以直接。凤梨不会太甜，也不会太酸，完全没有那个化学的味道。对，因为我们是用金钻凤梨自己去炒，那炒我们是用真空炉，很大一台，然后丢进去盖起来。那有些炒是好吃吗？好吃啊，它很做那个味道很天然，我想配上芒果的哦。芒果就是这个芒果干，嗯，那我们芒果干是用低温的方式去烤的，嗯，你咬到芒果干才会有淡淡的芒果香上来。对，那你如果在外面吃到那个酱很重的芒果香，嗯，那就加香料。对，因为芒果这个水果在温度38度以上，嗯，味道就很挥发，就没有了。对，日本京都宇治，它的味道会比较浓。嗯，那抹茶本身会苦，可是我们它那个日本米其林白川师傅他来台湾教怎么烤，嗯，温度抹茶不一样吗？不一样，它没有那个苦味。平常我们喝了一喝下去，哇，你就会觉得哎，有一种喉咙对卡住的那个感觉。然后你的后韵就慢慢的有，对，感觉在喝茶喝好茶会更对对对。然后我们的抹茶，这里就是奶油，嗯哼，哦，奶油，我用两种不同的奶油，哦，那，嗯，啊、这个是糖粉，嗯哼，哦，糖粉就是一般的糖，但是更细一点，是，对，我们先把它放下去。慢的速度去打发，开始加糖粉跟糖粉，对对对。好、嗯，那它现在是跟糖已经混在里面了，嗯，我们要做第二道，就是把它打发，这样就要顺一点。分批吃的大块，是。那因为它是液态的东西，嗯，看到奶油会没有均匀下去，嗯，对，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要速度快，嗯，
好像手工的拌面粉面团的部分就是从插到最底上来，上来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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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来。好，那这个时候你的左手压下去，对，压下去，把它压平。不够平。对，再把它压平。然后呢，这一样，刚才道理一样，再把它先四周，对，四周，让它再吃进来，对。一边推一边压。对对对。平常就有在吃凤梨酥嘛，过去超爱，对，但是就没有做过嘛，没有做过。马上哦，你可以局部的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。所以我到时候要把它推到是什么程度呢？好，推到什么程度？亮面。亮面像你。对，就是光滑面。所以我现在就可以加一点。对对，加一点，再加一点，加一点。那以这样子的湿度来讲的话，你可以多加一点，多加一点，好。对。还有，对不起，我还用手了。没关系，然后你这边也是把它挖推推上去，对对。我只会吃。一直吃的。对，我只会负责吃而已。Instagram， 有效。Follow my Instagram 吗？哇，你真的是抓很准哎，一定要30就对了。口感。哦，那所以少一颗都不行。其实大致上都是30到29之间，因为它烤出还是有油。太少了吧？没有办法像大师一样准。OK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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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Gun try。哇、哦， yeah! 这里。耶、yeah!。压平，再压平。
这个到妈这边。那好，等我一下啊。妈这边。嗯。转过来。嗯。好，放到这个地方。嗯。转过来。OK， 虎口。嗯。推。转。哇，好难啊！好，多出来，包收口。OK， 搓。漂亮吧 ？OK， 但是这样子会有裂痕，因为烤出来就裂开了。嗯。那有没有看到这边应？这时候就放下去，这时候呢就是我们压下去。哦。这就是我们讲的凤梨酥完成之前的一个叫凤梨球。是。对。所以，我先。来。不要有裂痕，可能那个凤梨会不够啊。没关系，因为这里没有。好。它是推，慢慢推，还没抓到那个感觉。对，然后推的时候也要转，那这个左手的地方是然后转，然后收。手没有你巧。我以前什么都不会，什么都不会。完蛋了，这个一直这样。好，那时候就一直都有，那就是旁边的旁边厚嘛。对对。热，对呀。为什么一直有裂痕什么的？那有裂痕的话，你就在这个时候有没有在收的时候？嗯。收口的时候呢？这个时候。好玩吗？好好玩。第一次做凤梨酥，我平常只爱吃凤梨酥，没有想过我今天会去做凤梨酥。谢谢。然后呢？这个是 TW 的。你来盖。就是把它当成四分之一，就搁在好。对，会不会太大力？不用太用力，这样子盖就好了。哦。轻一点就好，不用把它让它盖起来就可以了。好。它就是代表每一颗都从台湾出去，然后它是来自于台湾。对。台湾マークが今押されています。爱台湾。要全部盖完，也都可以啊。有吗？镜头够吗？我就先盖一半嘛。好。来拍一下。先我们把它拉过来。Do you want a close up?待会还要再烤背面的地方，就设定。哦，所以还要等一下。还会再放一次，对对对对对。所以其实做凤梨酥的过程是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也来。对。没有跟上流行，是，所以好像不得不
去排队。对。那就这个就会又造成了一个，我们讲虚虚的一个，影响力。Natural sense is the most important, and then, oh, it smells so good. 然后你看这个裂痕是正常的。哦，我以为是我自己爆。那接下来就是把他的屁股的地方让它再受热均匀。因为这边圆圈圈的还没有。平常运动除了可以做。那还有像口感味道，因为我现在在跟我老板学泡茶，所以他又要刺激我的味道。服装都会，对，不像机器做的这么整齐。对，对，这就是第一个是很手工的手工做的。